去了，怎么没去那？这是那个 Hotel Park 四星级所提供的一些的服务，从这影片可以看到出来，有一些的 view。这边很多冬天来这边是滑雪，所以在 Slovenia 这边的滑雪，这边湖心小岛的地方的风景，晚上有的活动可以看到，它有包括 Honeymoon 这边，这是 Winter Time 的一些的夜景的部分，可以看得出来。这布莱德湖，这 Hotel Park 的一些的介绍。Imagine Patience。